前后手会比较抖。我妈妈是极重度的失智。刚刚他打了 I，然后 KNOW，I know 什么？I know。在那个字，我们再确认一下哈。Most NOST Y O U Most Now U Most U U H O P P most you hope，然后呢？I So I H H，好，然后呢，我换一个笔，好了，比较，然后，因为他的手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一只手，好，来，我们用这样看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？好，来，好来，对，G O
局，什么 H 然后 R E S 是吗 ？R E S 刚刚那个 R E 有什么要打的字吗？还是 D E G O G O 嘿 ，G O 是一个字，好来 H。真要想打一吗？还是 H Y M E 吗？嗯，可以用 Yes No。如果是或不是，你可以用 Yes No 告诉我。你刚打 Go Home 对不对？是吗？放轻松，好 Yes， 好 Go Home，Go Home， 然后呢？
就打空白。OK, OK, M, M, OK, my, my, yes.SLO, 然后呢 SLO, 打对吗？Give my, my slow a G C G my slow.E B H E R H E R.H E R, 然后呢 ？A T H E R A他的眼睛已经往下了，他眼睛往下了，没有再看板子了。但他的手拉我往这边。嗯。他手往拉我往这边。但是他的眼睛的角度已经没有。嗯嗯、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 ？S H T my therapist.
therapist think. My therapist think my thinking, therapist think my thinking become dull. G，H， 你想要休息吗 ？OK， 好，那休息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。手很辛苦嘛，就是要等它就会很慢。那有时候可以稍微比较用力，会比较顺，有时候就会卡比较久。他当然可能有时候跟他的注意力有时候有可能跑掉了，然后因为那个整个持续度要很长时间，很不容易拼才拼得出一个字，那何况是一个句子，对，所以会蛮辛苦的。不过其实他可以，他打英文其实可以打得还算蛮顺的，对，当然中间会有一些时候会可能是因为他手一直想要过来到某个地方，可是还没有到，他就去按到别的字，但是这个来回跟他确认的过程，其实看得到他想要表达一些事情。他讲了两次想回家，好，然后，哎，他这头这样 OK 吗？需要帮他调整吗？可以把它弄 ，OK， 我来弄，嗯。